刚出炉的菠萝蛋黄酥，你们想要吃吗？外皮超级酥脆，蛋黄超级饱满大颗。今天梅森就是要来推荐我的爱店传承烘焙坊。中秋节到了，每年都一定会买他们家的超强金光闪闪礼盒，御赐黄金酥、遇见贵人、小山芋和菠萝蛋黄酥，这全部都是得奖作品哦。这样的好货没有理由不捧场吧？而且都是单颗独立包装，非常的好保存。梅森真的超爱吃他们家的月饼哦，颗饱满，甜而不腻，用料非常的实在。这款加入芋泥和咸蛋黄的小山芋，直接大口吃就对了。加入桂圆的遇见贵人，香气优雅迷人，非常美味。还有菠萝蛋黄酥更是他们家的招牌哦。今年他们还推出了限量版的古早味素修饼和超级浓郁一切开内馅就爆浆的奶黄流心月饼，这一口咬下只有爽字哦。以及巧克力控最爱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稍微加热后内馅更香更浓郁，滴到手上也超烫的。各位，这每一滴都不要浪费啊，真的很好吃。梅森真心强力推荐，今年中秋就让传承来增加你的幸福感吧。